另外呢，咱自己比较大个影响。
伊就免着种小这五界，伊就免着这五界啊，界限了。伊个境界也无相关啦，这个是自然的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不但是大，就是讲，啊，伊这个法门就是讲，这是最上乘，就金刚经是最上乘的法门。不过讲唯一无性，无异于性。佛法经讲的嘛，同款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这是小乘、中乘、大乘的一个比喻，比喻啦吼，比喻的名词。啊，最上乘就是佛讲的讲，佛法经内底讲的讲，唯一无性，无有异于性啦。唯一性的唯一的法门，不二门，咱求到的都是啥？就是不二门。所以讲咧，求到道已经是最上乘的法门，嘛是唯一的一个法门，唯一一个当互咱生活做作的一个法门。所以讲咧，你即下个即是比如啦，伊讲即大雨咧，就是淹污地，就是属于大患事实。咧做事咧死的法，伊讲消因，消彻，色界自好，会当受着伊个利益，变做反效果。像迄、佛陀哩发法经咧讲发法经开始的时阵，伊迄、下里去三请，三请佛陀转法轮，就是讲好，我为你说，头仔伊讲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一直个甲听，无法度啦，拢盛情难却。迄、个啥嘞？迄、个下面我一直甲请问不得啊！伊爱说法说法，啊，结果无法度弄好，伊头仔讲不可说，啊，伊讲好来为你说，第三界来为你说，啊，即摆来咧，伊五千年地主，全部退休，你也是讲江苏伊要讲，啊，大家退休即摆人收大利的，吼，大家一人讲拢。人拢退教啦，迄个拢大家拢要走啦，拢唔听伊说法啦。当然佛陀知影，即个人个当中，伊若对伊只说法是听无，变作对伊无帮助啦。即意思是安尼啦。我要讲个就是讲，讲啊一段，就是咱玉祖呢，伊在讲个当中，消心消色，伊咧用迄个大号，倒落来当中，做一个比如。草啊，细长诶，识该自责，就咧讲咧，伊无得着好处，变做同啊拢囡仔，迄个拢扫扫扫就对啦吼，对伊无帮助。但是啊，大棵树啊咧，对伊足好啊。大棵树啊，比如讲咱咱大成人，听着大成话诶时阵，伊袂退大，伊袂退倒，变做伊受着利益。然后我讲个是安尼。大家拢听啦，咱唔免甲伊讲啊。第一就是迄、那个
迄、那个副处长，哦，阿来就是副领任来审中发助，哦，阿来就是迄、那个啊，吓、那個，迄、那个阿唔是来就是书记，阿妙，阿来就是帮你，阿来当地理组长，哦，阿大姐呢唔是呀，哦，阿大姐，阿就是讲阿咩啦，啊，所以我就是讲。当然嘛，不爱大家人有压力啦，啊，但是人伊嘛拢有压力呢，哦，啊，就会当分享就好啦，哦，因为咱这贡献无对甲唔对啦，是有可能会讲咱的见解会无同款，啊，我嘛希望见解无同款，无大家会当有较侪的感受，哦，啊，所以或许是想讲，处长咱会使。啊，个，互我点半钟到，啊，来就是，就是这人蹲入去，安尼，吼，啊，时间若无济，拢毋免等啦，吼，啊，安尼倒去了以后，就是安尼倒，吼，啊，但是虽然今日你无讲要去，但是你若感觉讲会，啊，我嘛好啊，我今日你来上个分享，可以，临时安插，安尼会使无？吼，啊，个处长。啊，迄、那个主任赵老师，两个领证都加组长，啊，太好，主任，分享，啊，你准备分享？无，十点啊，我是讲后一摆啊，吼，啊，但是我真无念着的，那上讲好啊，我感觉我今日去想要来分享可以，阮两个敢有要分享？啊，或许也不希望。大家拢有压力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当然你若讲个半点钟，可能嘛无足侪时间啦，吼、哦！如果若是有诶，可以跟郭先生讲，啊，若无就是先一几位，吼、哦！啊，就毋免阁讲啊，吼！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长期，哦，因为你若讲半点钟，即几下要分享，其实也没有几分钟啦。啊，依咱即几下啦。实在无讲明白，那讲了讲得爱去提面，因讲啊，是比时间到安尼，哦，迄话就是安尼啊，话讲死就啊，惨啊！哦，安尼两点钟我讲未到啦，讲未到，结果拢来讲想去吃饭哦，先超过五分钟，哦安尼，哦，啊其实是大家人拢家己惊在同样，啊我嘛会啊，我嘛会安尼啦吼，啊不过拢总是伫这个过程。哦，啊，当然，你安那把上好呈现出来，安尼就好啦。哦，没有讲说100分啦，吼，啊，那就是能够呈现，啊，大家也能够做一个分享，哦，安尼或许嘛也得耽误，哦，啊，未来今仔日吼，咱的谈钱班的到这所在，哦，啊，最后呢，或许的祝福咱大家啊，身体健康，啊，万事如意。希望我们的道路呢，能够弘展，哦，一宿，啊，感恩。